我坐一波，我五分钟。来，主席，那主委，来，主委你先坐一下，不要紧张。来，请我的好同事、好朋友，那个台北董事长，好吧？来，李董事长，来了，酒台姐了。苏文，你好。你好，董事长。歹势啦，直接甲你接顺，我感觉怪怪。但是吼，该讲的还要讲啦，哈。对啦，迄个拄啊，王委员有讲啦，吼。我听伊咧讲话，我感觉身为一个政治人物，到底是应该很高兴还是很悲哀啦？很多事情不是说所谓的政治操作啦，但是不容否认的，难免都会有政治操作。但我刚讲几行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，你有赞成这句话无？讲过话拢爱遵守啊，对吧？我袂乌哭到互你跳啦，你紧嘞，我时间有限呢。凡走过必留下痕迹，对吧？凡说过的就要算数嘛。这句话报章杂志有讲过啊。原来报章杂志卖讲啊，立法院公报袂骗人嘛，对吧？来，我手头这份哦，迄个第二做委员的时阵呐，拄啊吼，咱的主席吼，甲你讹了个，啊，我不否认呐。好，我讲坦白，我真的不否认哈。那么你做主席的时阵，伫经济委员来讲诶，94年10月17日要讲诶，你讲哦，本席认为所谓的官股代表，你就骂官股代表了哈，应该是广义的公务人员，对他们担任董监事的酬劳，本席建议不分公司大小，不分国营民营，应该定统一的薪资给付标准，董事长。你当委员的时候，你有讲过这一番话，立法院公报有没有否认？没吧？我没跟你害啦，真正有讲啦，真的有讲啦。好，来，你继续说，国家指派李喜尊猛上猛司延祥司次长来啦。你讲国家指派担任官股的代表或官股的董监事，理论上只是高级广义的公务人员，后汤那边那样，亏损的却不管。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？这你讲诶，啊，董事长。然后我讲一个最主要的一句话，你讲的说，所以本席认为应该尽速定薪资给付标准，对人民社会才有交代。董事长，这个都你讲的话，我觉得很感动。我决定要照着你的步伐走，所以请主委您上台一下。啊，我会使落呀。无啦，你搁徛边啊一个啦。主委有请。主委，这刚才是李委员，李董事长之前当委员讲的，他说应该尽速定薪资给付标准，对人民社会才有交代。之前有委员讲过，经济部也从善如流了。农委会的刚才委员又提出来，你的看法？我想我们会跟经济部进一步的来讨论哈。应该要，因为对，我现在只是呼应我们李委员当初的说法。我想李委员当初马博行的工也担任国营董事长啊，所以我一直强调，我肯定李委员的言辞跟说法。所以我马希望工，我们农委会应该要，因为经济部也改善了。我这不是针对台北董事长哦，我是被俄勒工李复兴委员之前所讲的话，所以我在这边再一次提出来。所以我也希望说，我们农委会要跟经济部好好的研讨，要定统一的标准。好，董事长你请坐哈，谢谢。董事长，我有跟你学呢，我不跟你学呢，我一直很赞赏你的言论呢哈。来，主委，刚才两个提案我都赞成，因为不一样的提案，但是我这几个来主动有关的民意代表，针对谈到的标准，我是觉得我心很痛啊。我讲坦白话，我绝对对事，我无对人。今日你说这个所谓的农特产的特区嘛，哈，地方特产，地方特产，这几个农业馆的馆长、行政首长，绝对是会全力配合，讲希望做好啦。这几个农业馆的馆长，你来自屏东啦，农业馆的馆长做歹做啦，我是无才调尔啦，我若有才调，我嘛要做台北市的市长啦。做新北市的馆长啦，我嘛无要做善甲馆的馆长啦。大工透早起，尤其是农业馆的，你拢知影，农业爱靠天食饭。每天早上，我第一先拜托天公伯啊，予咱一个好天气，
让咱农民会当好咧去种植。但是收入不一定啊，天公伯啊，当时要避免唔知啊。政府呐，真正我讲的财政法务案呐，真正有才调定处理，我得有本事，我敢得要求人。我真的有本事，我敢个真正要像天价敢分，我无遐水小。那个农粮署署长，你在报章讲的，如果地方政府重视，钱就编得出来。主委，我绝对重视，我嘛详细农业交管理绝对重视，上无希望，我的管民大家当生活较好啦，大家拢无想要生产过剩。但是你谈多交阮应工，如果说啊出这钱啦，是希望地方政府重视，我来讲，地方政府重视，你指挥这么多的行政。农委会的庞大系统，你指挥过来八个人，敢大家真正做认真？我不是一竿子打翻一条船，心真正有心不简单呐、啊，但是绝对不是用这个所谓的配合款去编，安尼得叫做重视，不是啦，诸位。不过我想委员，我跟你报告吼、哦，就是说，我们从原来的这一个各种农业施政哈，地方政府配合款哈，其实它不是没有，在很多县市哈，它是选择他自己要的。像在你们的农对，像在你们的农水路啦，啊，农路啦，我谈多嘛个秘书讲啦，我讲我赞成恁改编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改编，咱的地方才会发展啦。台北市政府根本唔免恁编农水路啦。对不对？我们会争取在。是啊，所以我要跟你讲话讲，身为一个县市长，我今日嘛做希望我的国民会当享受生活。谈到翁崇金委员底下讲啦，伊讲你是学院派啦，我也符合这一点啦。所以张我接顺我讲，知易行难，这恁比我较了解啦。你一直强调小地主大佃农，我跟你讲来实在话啦，小地主大佃农有多少执行不容易的地方？以咱屏东为例啦，我五分地啦，我即摆我名下五分地，我无爱做人啊，我即摆无在有政治啊。你讲老人爱摕啦，我讲真咧，即摆在做事的足侪老人，为什么因不爱摕？伊摕落来，囝孙啊无在条，我生活领老农津贴嘛无在条过日子啦。你来自庄卡介清楚，你叫伊欠长咩多啦？伊足欠啊啦。伊今日为什么七八十岁过去伫乡咧做事？讲较好听，叫做对土地。这份感情啦，讲较歹听，我无做无通食啦，我子孙也无材料饲我啦。逐天爱甲我后生祖囝讲，春秋你爱两千三千，互我艰苦啦。哦，我要说明的吼、哦，注意，我讲了有较远啦。我要和你讲，五万公顷的休耕里面，你茫干啦，针对这啦。你听我讲啦，小地主大佃农五万公顷休耕啦。嗯、我讲为什么？北包括翁委员都有讲执行上的困难。我今日我准的休耕土地。即马在台湾有一家地以上的人偌济？无济啦，无济啦。以屏东来讲，要找几过来家地的人有限啦。我即马五分啦，我试出啦。我讲卖讲我有休耕无休耕啦，我试出我讲好，我要租人啦。好，去农会登记啦，别人也去登记，但阮无在条讲，规批土地四五家连做伙拢去登记，讲我土地要给人啦。在这个。小地主大佃农，我们从83年的基期往后把它扩大以后，这个就有可能，我们已经看出来哈，拢无可能啦。注意，屏东的土地你看，我拢以屏东为了外关街，我卖讲，但是我要讲的，足大地主有限啦，不是啊、哦？为什么你谈多公益来咧讲毛豆啦？我说你都在误导啦。毛豆我讲进外销日本盖好啦。但你若设定成本，我今日我甲毛豆种毛豆讲来，我一家当我租你，伊无爱甲你租啦，为虾米？袂好啦！你敢知影收毛豆爱大只机械，迄只机械千几万爱落收？我知。伊拢爱差不多上无几十家以上啦。对。好，台湾有对这地主进入几十家，无几个，村上、村台藤甲国有土地。所以哪找台藤啊？所以要那个农地银行建构起来以后就有可能。对哇，你建构起来，我要跟你讲，我的五分，你五分，咱两个阁无连做伙，五分连五分买到一家。哇，即马吼，即马就是9596吼，即、這个小地主大佃农的限制啊。如果从83开始的话吼，这就很多可能啦。农面对的为什么翁委员讲遐济？我是针对土地处置来讲，恁的执行有困难啦、啊。真正无好啦，无好处理。隔壁我有地要租来伊恁啦，中央这地塌着无爱啦，隔壁要搁租啦。
你就袂好啊啦，你就无才调去土地整理规划。你但伊若讲希望讲人会当去租，啊面积租大去处理，恁坦率讲话补助一家当才补助两万啦，假设啦，两万啦，一分地带两千块啦。啊，我讲话，我有才调去租四五家啦，我的贷款啦，注意，我正话要贷款叫你连贷，你敢不敢搞连贷？我们有这个农信保的贷款哦，来啦，讲的卖遐简单啦，你敢让阮处理偌济件？你要借啦，你顶管讲政府停银行，银行停企业，企业停劳工啦，大家拢讲话足简单啦。要干啦，说我迄间做土地，土地唔是我，我要贷款，歹势你的信用二十万尔啦。要做啥？你跟我讲啦。青年创业的不止啦，青年我跟你讲啊，你茫还叫青年创业遐好一面，你唔爱讲借过钱，你唔爱借钱也艰苦啦。你无负责吗？我要借啊，我要。你无负责啦，你绝对无负责啦。有啦。你实际去农耕看卖，真正做死人，农民爱摕农地去农会借钱，去借啥？农地你爱搁一个连带保证人，你有农地还不准算哦。啊，即卖银行较无做，啥物贷，啥物连带？过来租的农地唔是我的，我要借钱遐简单。这个是拢面对的困难啦、啊，你拢感觉讲啊，我政府我会招人啦、啊，我跟你讲，只要有契约就可以了。嗨，你咧讲的啦，只要有契约，好、哦，拜托的啦，注意啊，真正只要有契约，就有才有借到钱，不要太理想啦。我即马是可以咧跟你讲执行面啦，那真正遐简单啦、啊，台湾人民、台湾农民的福气啦。为什么？我们来上行没办法下达啦。我们来努力，我们来努力。你拢讲你要努力啦，这个是谭大讲的，你们会妥善处理，我再看你安怎处理。好，我今天我讲的是拢好意、嗯，我是有感而发，因为执行面、实际面跟理想真的有一段距离啦，真正差太侪啦。那真正讲做死人啦，照你的理论讲，真正有人赚你价啦，今日农村未遮艰苦啦。我知道你有理想，你想要改变做这物件，但。当一台列车加挂这台列车的时候，你还没改善，结果这一台车子因为你多挂了以后，结果全部崩盘。爱者不，我赞成爱者，但是我们跟时间在赛跑，真的有要有本事啦，真的是我跟你期许要有本事啦，这股不拍尾啦。我现在要不加挂车厢了啦，嘛不爱加车厢啊，但是这一台列车要整治你啊，对不啦？整理这个车厢。好，这还是有困难啦。是，我知道。很多啊，杨崇义委员，如果没有困难，我们就不用做了啦。台湾以农立国啦，农民做伟大，做伟大，伟大到即马，咱的台湾农民拢像乞食在奔啦。所有委员拢讲，台湾以农立国，农民多伟大，多伟大。咱进快到的多伟大的农民，进七八十岁，搁在透早伫横收残水，和残水连基基。咱即马后一代无材料体会，咱的政府嘛，甲咱的农民放袂起哩。我想要啊改变这个方式啦，我以后不爱叫农民啦，叫农业生产者啦，农业从业人员。我来讲啦，农业从业人员，不管你农民、农业从业人员，因简单的一个目标，上卑微的要求，让我能三餐温饱啦。对对对，就是我们。为什么电工报纸很大的讽刺？一个大学生讲，伊考搁咧读册，讲伊考到高普考，伊要收啊。为什么即卖的是大中？为什么即卖的少年家长辈，包含着家长，拢讲叫囡仔去尽量去考公务人员，安定吗？你还叫真正青年回乡，遐简单？我知影，恁有要做，但是不要吼、哦，理想重于实际啦。好，较实际面的去做啦。实际面好材料做，我拢甲你学了。但是农村即卖艰苦面啦，有拄着足侪物件恁看袂到啦。你若真正有在。去农村每一个角落行过，你会感觉讲，有拄到咱的想法讲哦，真正咱的农民感真啊真可怜。阮逐工伫农村咧走，走到我真正袂晓讲啦。去下面第一句话，委员油电器、电器怎想法套掉农药、电器，阮的农产品无去，要叫我安怎做？啊，有诶无诶，讲一堆，讲到尾啊，生活袂得过，对无？我想，我来自屏东吼，我真侪同。我希望你努力啦，好，因为我时间到了哈，主委，我今天真的是语重心长啦。但是我认为还是回归重点哦，朱学哥主任真的系列哈，刚才两个案为什么我都赞成？因为是不同案，我们希望是说不要跟农民斤斤计较。我坦率哥回有一个观念啦，真正我得讲，我没有政党的什么补助不补助的问题。我认为讲，像现在花博举行完了，还要再编列六亿多，一年再两亿多，审计单位还有我们其他单位都说要看它的成效再做补助。你硬只故宫，那是经济委员会的决议。吼、哦，你做台湾委员会，但是我要讲诶，主委有没有勇气提出说，这个农委这个花博不应该再补助？
我们还是尊重委员会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提委员会，我们就提委员会来删减预算。我跟你讲，哎，像这个不是浪费吗？今天浪费不是我苏正清一个人讲，今天是他是浪费，是全台湾所有的民众有多少人去说这一次的花博，台北市花博真的是浪费了。阿兰被个对的浪费。不，我想哦，这个两亿多里面，到八月为止买了1000多万的花，后续还会再买。这个是直接对于我们的花卉产业是中共主委了，不要跟农民太计较了。对， 对，身为农委会主委，那我有在调这主意啦，我可能不在调了，但我拿这主意，我绝对吼、哦。甲咱成功农民到底变啊，实际解决啦。但我可能无在调啦。有啦，我咧看有一天啦。有，绝对有。啊，你董事长在那边，我要哪？我要做，我要做对项、嗯。我要做农委会主委，我不爱做台北的当署长啦。过来只讲话袂当大声，对不？是讲哦，做主委也袂当大声啦，哈、哦。谢谢，谢谢。还要不要继续啊？